红星机械有限公司由我们的魏俊明董事长带领着他的经营团队，再一次欢迎我们的红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，您好。好，来，我们的团队伙伴一起来到我们的红毯接受这个荣耀。好，请我们的董事长哦，待会利用这一点点时间跟我们讲一下这次拿到金手奖的感言。套一句那个什么金像奖，我现在非常非常的激动哦，心情非常非常激动，非常高兴。非常感谢各位评审给我们的肯定。红星机械是很传统的机械产业，我们最主要是做包装机，横式包装机。那现在最夯的，所以我们现在的最大的客户就是口罩业，所以红星我们的经营理念是不断创新，脚踏实地，造福社会。谢谢。再次恭喜红星，谢谢。